见老孙家，我今天就要进去取手雷。原来是条野狼啊！准备战斗。不是这样的，进去拿手雷，那就一定中了坂本四郎的圈套。按照你的计划，我们至少可以收获两具尸体。吓我呢都！王尊爷那边没动静，他们怎么动了？只要这个小钢球碰到两边，任何一个钢片就会爆炸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什么也做不了了。狐狸不要！一定遇到最紧急的情况了。对不起个鸟！大晚上的，敌情不明，就应该保存实力，关门死守。反正你也撑不了多久了，咱们赌一把，再换一次手。赌赢了，至少你能活；赌输了，大不了一起死。不行，不同意。狐狸，你真不走啊？我死也不走。过来，用你的手托着一下我的胳膊，给我点支撑，我坚持不了了。慢点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坚持到高队长来，这样我也能走得安心一点。你别这么说，队长马上就来了。瞧你的这出息，还哭上了。过了啊！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！哎，一定要保持住，千万不要有向上、向下的力量啊！行了，你要再哭，我可松手了啊！我不是哭，我难受。几分钟的事儿，非得赶紧撤啊！大头，你把这炮扔了行吗？不行，队长让带自行车。一根线都有可能会爆炸，我不信，这都是引线。我知道，肯定有一根线是安全线，切断了就不会爆炸。可是我们并不知道，到底是哪一根线。他娘的，谁弄的这缺德玩意儿？
都是有办法的，闭嘴！让我听听。你们什么人？双手抱头，慢慢走下来。 跟你们说话呢，没听见？你们两个眼睛瞎呀？没看到这出状况了？马上要爆炸，你们是要钱呢，还是要命啊？要不然，我们还待在这儿闲聊天呢，早走了。不怕死，就开枪试试吧。你吓唬谁呢？ 队长，他们确实动不了，咱们去叫皇军吧。走，都不许动啊！我纳闷，这海燕怎么杀不完了？你们咋才来呀？狐狸，你干嘛？不是你想象那样。那啥样啊？行行，别磨了，赶紧走。 队长，鬼子大部队要到了，我来的道上都听到了，卡车摩托车都有。对对对，走走走，快走吧！你俩傻呀？我们要是能走，早走了。鬼子带着设了机关，一放手就炸了。啊！队长，这火机关不是你能给我想明白的，你赶紧带着大家伙撤，不要白白的搭上性命。这狗日的班班四郎，是设了个局等咱们呢。 队长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让鬼子活捉的。队长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别说话，王子月，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只要他们敢过来，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抓活的。我这猪脑子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王子月，你的话提醒了我了。队长。 你要办法了。既然鬼子想活捉咱们，那咱们就还有活路。从枪响到现在，还没有爆炸。难道蜈蚣队真的在那束手就擒吗？高风亮是不会丢弃自己的部下的，最后的结果就是，连他自己都跑不了。徐贺教授，你的磁铁计划真是太高明了。 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，不一定。你懂还是我懂啊？你不要逞强了，你这样会害死大家的。虽然我不懂炸药，可我懂鬼子的心理。如果他想炸死我们，你一碰箱子的时候就应该爆炸了，没时间等我们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想活捉我们，所以才会设这么一个坑人的局，想把我们死死的耗在这儿。那又怎么样呢？能说明什么？这样的。 够长了，够长。好，一边拴一个，拴住。好，这说明你就算松了手，也会有几秒钟的缓冲，不会立刻爆炸，他们才有时间解除炸弹，活捉我。这是想当然，胡猜乱猜。
这么说话就伤感情了。我这是合理分析，是吧，胡林？高风亮，我警告你，你这是在玩命。没时间扯淡了，现在开始我说什么你们听什么。胡林，你松手，我接着。队长，不行，我是暗花，我担着。执行命令，撤。我不走。高风亮，别说话。你们两个都出去，待会儿听我号令，用最快的速度把车拖出去。明了。看戏呢，后方警戒，随时撤退。是。准备好了吗，队长？同意这么做，你快带同志们走，不要因为我全军覆没。对我来说，武工队死一个就是全军覆没。你这是感情用事，太不理性了。有一线希望，我就要救你出去，这就是理性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你也不用陪着我死。别臭美了，谁想陪你死啊？不就是个炸药吗？我就不相信玩不过他。我看你是疯了。队长，好了，我也好了。我数三下之后，立马拉车，完事卧倒隐蔽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队长，你们小心点。准备。走，快，再快点！韩本军，不要靠得太近，先远远的包围房子，再派一个有能力的士兵进去。按我说的走。好，一切都听教授的。王子越，我数完三下，你立刻放手。队长。我不应该违反命令，不该闯进来。现在说这个还有用吗？谁让你总是瞧不起我？我就是想证明给你看。我没有瞧不起你，我这人就这样，越是喜欢的，越没好话。你说什么？你喜欢谁？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。你要是再不说，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说了。我没啥好说的。你说清楚了，我就听你的。你们女人就是麻烦。行，我说，我反正不讨厌你。高风亮，你能不能痛快点啊？你还不如个女人，到底对我什么看法啊？我喜欢死你了，行了吧？没时间了，以后慢慢跟你说。高风亮，说话算话，听你的。大伙，队长磨叽啥呢？队长，快点啊！不好了，鬼子来了！队长，快点儿！准备好，一定要配合。三。
抓不抓活的呢？教授，你现在知道了我们所面对的是怎样的一群亡命之徒。勇敢，而且无知。虽然抓不到活的，炸死一两个也是巨大的收获。还是要感谢徐克教授。那我们赶快过去吧。再等10秒钟。为什么？ 这是最后一次爆炸，现在可以过去了。徐鹤教授真是神人，伊藤，去收尸吧。嘿，孙云枪下炸了，谁炸的呢？肯定是武工队干的，日本人的车队也赶到了。这武工队不是炸死了，就是逃了。咱得到日本人面前表现一下，走。 是我王彪，搜！太君，我一听见这边的动静，马上就赶过来了。给我搜，就是武工队的骨灰，也要给太君刨出来。
这房子都炸碎了，这武工队也粉身碎骨了，就是不知道炸死了几个。太君，您真高明啊！这武工队就像耗子一样炸得粉碎。你怎么知道？肯定是武工队。那肯定是武工队了。是啊，你们刚才跟武工队交过火，为什么不报告？太君明鉴，我还没来得及报告。说。报告太君，我刚才听见枪响，就立马赶过来了，没想到在胡同里遇上了武工队的包围偷袭，我们也死了两个弟兄，只好退回茶楼死守。然后呢？这边一爆炸，我琢磨着肯定是武工队中了太君的埋伏，所以又杀回来，想着能够堵他一个两个。太君，报告完毕，属下无能，没能抓住武工队。武工队才几个人，怎么能包围偷袭你们？千真万确，太君可以问我的手下。那就奇怪了，跟武工队作战应该是功劳一件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说实话。太君，是我错了，我想着今天晚上不会有什么事儿，所以离开办了点私事。办了点私事？是，太君，太君，我错了，我听见枪响马上就赶回来了，今后再也不敢擅自离开岗位。离开岗位不是最重要的，谁没有点私事呢？是啊，不，绝对没有下一次。记住，我很信任你，以后再敢骗我，他跟你说话。是，太君，太君明察秋毫，我心服口服，王彪再也不敢有隐瞒，我发誓。招募高手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太君，进展得很顺利，我找了好几个，确定下来的有一个，人称鬼妖里，是华北武林中腿法最好的一个。腿法最好？他是哪门哪派啊？这个还不知道，他来历不明，腿法怪异，五年前突然出现在江湖，踢遍八省无对手。你们中国武林就喜欢讲故事。太君，这不是故事，是真的。他对皇军是否忠诚？谈不上忠诚。他对皇军忠诚。很好，我们有的是皇军，就喜欢这样的人，继续去找。是，太君。所有招募来的人，我都要亲自考核。太君这点放心，我绝不会以次充好。干你的活去吧。二闹，二闹，找到什么吗？啥也没找着。集合飞车队，撤。飞车队，撤。
也许能逃出去。如果运气不好呢？听天由命吧。你呢？孩子真乖，听妈妈的话，让妈妈带你出去，啊？你不跟我们走？我的腿走不了了。长官，咱们守在前面伏击我们。别开！他们是跑不动了，让他们交出武器，交枪不杀。为什么？那个女人携带着东家的情报，班班长官要抓活狗，尽量抓活的。嘿，审判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乖乖的放下武器，交枪不杀。别骗人了，交了武器也是死。我是指挥官松本太郎，我以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名义向你保证，只要你肯投降，你和那个女人都不会死。把枪交出来，给我三分钟时间考虑。只给你一分钟时间，如果一分钟后你还不投降，我们就会发动全力进攻。尽量给你争取时间，你快走。不，一起走。那到时候谁也走不了了，这么多人都为你们牺牲了，也不差我一个。不行，低头看看孩子，保住你们的孩子，保住老王用生命换来的情报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孩子，这是你干爹，你的命都是他换来的，给他磕个头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够了，我找机会会逃走的，快走吧。如果你活着，一定要回来找我。还有孩子，你答应了教他打枪呢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拿着防身，这个是我们工队高队长的，替我还给他。小心，伤了他的。你叫什么？孙一娇。我说你真名。沈鹏，这重要吗？重要，很重要。记住，我叫温玉婷。集合！脉搏都很强，应该是皮外伤，不会危及生命。那他还不醒呢？爆炸的冲击力很可能引起脑震荡。谁的脑震荡？会咋样？简单点说，就是把脑子炸昏了、炸乱了。再严重点，就可能啥也想不起来了。啊？啥？队长不会变傻子吧？啊！值班长，啊！队长傻了？啊！傻了？别乱说，去给我调条毛巾。啊！我帮忙。毛巾，来来来，队长，你可千万不能变成傻子。你答应过我，还有很多话要跟我说呢。啥话呀？男人跟女人说的心里话，你不懂。不可能，队长不是那种人。再换下毛巾。说过的，不信你就等着瞧。
再拿条毛巾。好了，来，快点，马上。长官，现在敌势对我们太不利了，敌人前方又太准了，我们现在明明就是活靶子。叶少雷，金哥，开前，先派个人过去看看。金爷，你上去看看。嘿。长官，收银城死了。董别动，我要亲自前去割下他的脑袋，为我的爱犬报仇。神枪手。让他退后，退后。教授，你在怀疑什么吗？我怀疑他们凑格了。不可能。军医报告，从目前捡到的尸块来看，现场有两人被炸死。长官，死了两个人，千真万确。你能确定这两个人就是武工队吗？那门口的哨兵哪里去了？难道是他们？但是我一直没有发现他们军装的碎片，所以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哨兵。我能肯定。田中，老师好。田中，院长说你还要半个月才能出院。一听到今晚的行动，我就迫不及待。孙逸枪差点要了我的命，这颗子弹我要亲手还给他。那你来不及了。不出意外，他应该已经命丧黑狼谷了。孙逸枪已经没有子弹了，你们分头搜索，我要抓活的。同志，轻点，疼。
第一次开枪，你行啊！我是吓懵的，没想到能打中了。他真死了吗？死了。别怕，我不怕，我是高兴，我也杀了一鬼子了。 睡前，睁开双眼，明亮的画面，猩红色的旗帜写下多少宣言？感觉到温暖，内心充满阳光。美丽的新世界距离明天不再遥远。是谁内心无比坚定，脚踏车，泥泞仍然憧憬。笃定坚信，未来就带动美好。所以勇敢逆着暗流前行，迎着狂风向极了彩霞。
天究竟会变成什么样，多想能有人告诉我，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，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，睁开双眼，明亮的画面，猩红色的旗帜写下多少宣言，感觉到温暖，内心充满阳光，美丽的新世界，距离明天不再遥远。是谁内心无比坚定，脚踏车泥泞仍然憧憬，笃定坚信未来有太多美好，所以勇敢逆着暗流前行，迎着狂风扬起了嘴角，你选择英雄们桀骜一生，不再惧怕。